当然也不枉我咧奇怪啦，啊，唱歌都做的唱的歌就好啊，伊也甲人领这西摩带甲的。哎呀，我咧想讲吼，伊即马较舒服啦，未过只遐代志才对啊，哪会阁安尼？无法度啦，本性甲是安尼吼，袂做袂变啊。何先生，恁囝到底当时怎会转来？我们哪知啊？哎。 啊！你唔知上在在，我咧讲哦，今仔恁囝也无转来哦，我咧掠你拄笑。神经诶，我已经来遮等你两点外钟久啊，你就算会飞天遁地，我唔哪有才调甲你装出来啦。神经啊，真歹势呢，来恁厝甲你交了。神经你，是有啥物代志哦？无奈你来甲阮家。无当诶，若一工无看到你哦，会思念你啦，所以哦。 特别请我来叫你即马去一撮，即马有啥物要紧的代志哦？你去就知啊。阿婆，卖插嘴啦，我唔是你伫外头买啦。何医生，坐火人卖火气遐大，阮头家叫我来，是要请梁国宝去讲合约的代志。哦，潘阿姨，来阿姐，来。小姐，别阿叮当。小姐，李经理。 我家庭来去啦，阮老爸认为遐尼大，请你讲的较客气，莫甲客气。好啦，既然你要对阮行，阮到外口等。来者，是嘞，啊，行。哦，好，你个变笑哟，你们老命不会真巴当。好啦，川南哦，无需要介生气啦，莫插，我跟你来。 我讲的唱歌还袂有问题啦，我随去随得来。好，你爱较细腻。我知。阿婆，凡事都较忍耐咧，红片就红片，莫甲伊去甲动手。我知啦，阿娘，你放心啦，无代志。好，我来去哦。阿婆啊，你都较早转来咧，唔通互阮安尼尿尿挂哦。我知啦。 老干部，阮老答应答应要解除合约，而且免让你赔偿违约金。真是的。邓秀才，多谢你。免多谢要紧，阮当阁有条件呢。做恁讲，只要我若做会到，我一定答应你。真好。头一个条件就是，你离开我这间餐厅以后。 不准你去北京餐厅顶台唱歌。邓秀才，你之前已经讲过，我若离开你的餐厅了，绝对无人敢请我。所以讲这个条件，我当然答应你。第二个条件就是，迄个姓彭的所开的一间牛排馆，伊马上叫伊关起来。 无啦，迄彭老板开的这间牛排馆啊，是合法的餐厅呢。啊，但我也无迄个权利，也无迄个能力去叫人关门啊。邓秀才，你开的这个条件哦，我无得通答应你啦。做袂到。<笑>我已经探听过，迄个牛排馆的头家娘已经是你的查某。 只要你出面，我相信一定会给你面子。你讲的是真的，也是听了风声，这个条件我袂答应。<笑>答应我，陈经理，你也了解，以你即卖的行情，根本就无资格跟我出价。只要你叫伊间店关起来，我马上跟你解约。啊，若无，其他一边讲。 邓秀才，唔管你讲啥啦，我做袂到啦。好啊，你讲啊钱。哎，梁阿婆，你还知呢？
你跟我们签的是无压力期的长期合约呢，你一生的前途拢在我们的手中呢，啊？我明明都压力期啊，这边有可能啊？好啊好啊，免讲阿济，你提灯好好研究一下状况，啊？这合约书哪边来？叫你阿妈，你找头家有什么代志啊？我头家等于马来西亚办一挂代志啦。啊，你有什么代志？你甲我讲嘛是同款啊。其实嘛无什么代志啦，我是顺耍吼，啊来看头家甲头家娘你啦。啊，头家若无伫，无我来走。阿婆，你一定有代志，谁那唔敢甲我讲？是有淡薄仔代志啦，啊，想讲要找头家哦，参详一下。也毋过，既然有代志，咱就坐落来讲嘛。啊，我也是做会到，我一定会替你解决。嗯。对我叫你说话呢？你是头家娘，啊，我是新罗啊，我要来跟你比嘞。我咧头壳的伤痕都已经好啊，这么久啊，刚讲你对咱两个人过去的代志，我想袂起来心。有啦，我对你是感觉安尼面熟面熟啦，因为什么关系哦，我都唔知影嘞。啊，东东嘞？刚讲你对东东嘛无印象？有啦有啦，东东真古锥啊！阿姨哦，嘛不是去找我呢。东东是你的后生，阿你拢无爱生你，害大概哭我足伤心。我看到伊在哭，我家己嘛足艰苦，唔知要安怎甲解释，要安怎甲安慰。你讲东东是我的后生，是阿东东伊的姓江，唔是甲我同款姓廖，所以恁讲的话，我是要安怎接受咧？我即摆安怎甲你解释，你嘛是袂当了解。我当希望讲，你会使加抱一寡时间，陪东东去佚佗，莫去伤着囡仔的心，好不？安尼要哪会用的呢？万一头家若知咧？伊会误会呢。头家已经知影咱两个人过去的代志。哈？你哪会甲头家讲这个啦？我虽然唔知讲哦，过去咱两个是啥物关系，也毋过头家哦，伊是一个好人呢。你哪会当嫁祸？这是你的幸福，你甲讲这要创啥物会啦？啊，万一头家若真是误会呢？你唔免紧张啦，迄是咱过去的感情，头家伊绝对袂见怪啦。唔管伊会见怪也是袂见怪，我做人绝对袂使安尼啦。是的。阿婆，阿婆，头家娘，头家娘，安尼唔好啦，你紧放手啦。阿爷要滚。阿囡仔只阿妈要倒转来啦，
是啦，我就踮遮懵提懵蛋，咱也袂困呢。我今仔甲阿婆也小出路啦，我嘛早都应该转来啊。阿婆嘛，今仔晚也袂转来。啊，连烦恼这个，连夜烦恼那个，那操行也袂困。阿婆下晡就回来，啊！你两家即阵？哎呦，我都甲阿杰来因阿母啊，走去小雅因家要找阿婆啊，啊！结果讲阿婆走啊，啊！阿杰来因阿母就甲小雅咧讲话啊，啊！讲无两句话，两个全变面嘞。啊！我想讲啊，安尼歹势，我全去甲小雅讲，讲句话我换一个身，嘿！阿杰来因阿母都无看迄人啊啦。阿婆呀嘞？阿婆呀，我就一直找啊，一直找，一直找，去车头嘛等无人。嗯，我这阿姊也嘛咧上班，啊，怎么要走也无先甲你讲者。哟，我是咧想吼，阿杰来老母吼，可能是甲小杨吼讲了无好势，啊吼无欢喜，气屁面，啊唔知，嘛唔知走去倒。哎，阿爸，嗯，哎，阿来阿爸，因阿无来甲伊啉烧酒哦。无啊。哟，我，安尼阿杰来老母。应该唔知有回去无，嘛唔知吼。阿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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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啥事啦？阿爸，我哩昨互你母鬼也无困，想要困一下，你安尼过惨。哇！阿爸，啥货啦？安内干你弟的阿母嘞？你袂记啊？你阿母毋是去家己看你心爱的人？啊，即卖天已经暗啊嘞，啊，伊自透早出门到即阵还袂转来。我哪会知啦？转来才问伊啦，通搭车的款啦。后尾搭车搭了久，阿母妈妈，哦妈妈。走去倒位？哦，妈妈，敢会真是搭车？哦，妈妈，你即摆伫倒位？啊，小雅小姐会来无？妈妈，诶，遐暗了，啥时还袂转来？阿爸，是有啥物代志？你三娃娃咧，跟我来阿婆因家来看阿强回来未？孙啊，孙啊，哎，孙啊，阿强回来未？有啊，拄啊回来。回来啊，阿杰啊，林母也回来，胖拄只甲因小出路的款，你回来看。好，好，好。来，啊，照阿强啊回来咧讲吼，伊甲阿基啊无斗阵回来呢。哪里？你斗阵去呢？无斗阵回来。我这详细都要阿庆阿来讲才会知啊。阿庆啊，遐你转来，啊，阮查表甲你斗阵去，伊哪无转来？阿爸，啊，我再去甲阿母去家己找小雅啊。啊，阮甲小雅约去公园啊讲啊，啊，阿母甲小雅都讲了无好势啊。阿母足唔甘愿的，伊讲伊要搁我转去找小雅。哎，是早起的代志啊，啊，即摆遐暗啊咧。哟。啊！啊！人我嘛想走去车头等阿母啊！啊，一班车等过一班车，等到上尾班，我是无看到伊，我毋才家己先转来。遐着奇怪啊！遐暗啊，伊是要走去找啥人啊？哎呦，平常时伊若要晏转来，拢会敲电话给我，遐今仔日拢无消无息啦！哎呦，我是话要急死。阿来啊，你放心啦，啊，恁阿姐遐干家咧，手头可以得欢咧。那无车，伊也要包过顶啊，转来顶都送你啦。嗯，奇怪，啊，人阿庆都转来啊，啊，你哪袂转来？嗯，阿母哦，妈咪，你在哪里？
妈，你若也袂转来，哦妈咪，我袂踮遮等你。阿杰啦。哦妈妈，哦爸爸，阿爸，你若踮遮咧睏啦。我大只等阿母啊转来啊。啊，你阿母袂转啊？无啊，厝内要八个人哦。奇怪嘞。奇怪嘞，哎，家己都无亲戚呢，要阮表兄伊搭都喊你去吧。哎，敢要伊吃老？这是跟恁要偷家鸡啊？是安怎想？那才毋才转来？我听阿爸讲，你去甲恁头家讲合约的代志，啊，讲了是安怎？有淡薄仔问题，讲了无好势。哦，嘿，啊，你毋是讲合约干那半年尔？啊，半年都短短啊，你都规日甲唱乌煞，再搁拍算啊，莫搁干高高甜啊啦！你不用烦恼了，我会给处理得真圆满。阿婆，是安怎啦？我永远都袂变心。受苦无人问，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哎，迄房间唔困，你哪会困在遮？你母也转来呀？阿爸，你即摆是你含面了，阿母也无转来啊。阿爸转来。嗯。你都知，食老这变相，敢要偷家鸡啊！阿爸是安怎啊？阿杰，我问你，恁阿母是毋是先去下一流？嗯，无可能的。阿杰，我知啊，一定死的啦。是啥物货？偷家鸡啊！阿母也毋是狗，要哪会家鸡啊？你囡仔拢唔捌来走。好，阿爸无我先来去遐去市场。阿杰啊，阿爸。我难当自在去予你食，你去外面凊彩食一下啦吼。我知影，阿爸，莫生气啊，遐济啊，阿母连咪转来啊。好，我要出去哦。春鸡，阿鸡啊！阿鸡啊！阿鸡啊！好啦，来啊，你着重要啦！搞叫阿鸡出来！你大嘴啥是啥啦？用啥？不要叫！
带老春去。爸，阿爸，阿爸，你选错啦，选错啦。讲错干，我那去也强害死啊！好啊啦，我是咧看咧笑啦。阿爸做阿咧卖，这敢真实是恁某笑啦？哎，跟你讲话一下啦，我想查水伊哦。你咧讲啥啦？这个老伯，你也不能跟阿公笑啊！莫你目睭是搁老阿妈过着笑，我阿姐相片是不是订啊清清楚楚？你莫挂着笑阿姨啊！阿爸，阿爸你莫搁哭，你搁冷静啊！我做看了你，我跟你来去家己一撮好无？彩璇，确认死者是你的太太。是啊，是啊，你是我大伯啊。彩璇，请你仔细的看清楚，这些东西是你太太。爸。阿爸，你莫哭。阿爸，你紧起来看麦，看这是不是阿母的？我一卡也关灯去啊嘞。阿爸，是阿母的。是啊，一卡也有十万的钱。你哪里啊？西林，我要追你！彩贤，这些都是现场遗留的证物，等结案以后，我们会通知你来领回去的。阿爸，你买个靠啊！你等下换了阿母的松鼠。先坐一下，我还有话要问你们。阿弟啊，彩贤。你太太昨天是几点钟离开家的？组长，我老婆是我昨早去十点外去厝内，甲带来家己的。你是龙家堡的太太，怎么叫死者阿布呢？因为我是我。麻烦你把身份证拿出来，我看一下。何秀清，哎，你明明是龙家堡的老婆，怎么上面写的你是蔡茂吉的太太呢？蔡茂吉是谁？蔡茂吉的小给啦，就是他的儿子。你是蔡茂吉的太太，怎么又会变成龙家堡的老婆呢？你们两家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